结婚对很多人来说是终身大事哦，可能一辈子就那么一次，所以呢必须要面面俱到。那在婚礼上呢，当然有很多细节必须注意。不过网络温度计有做一个票选，票选出网友认为十大最值得投资的结婚财、结婚项目。好，比如说呢，喜饼啊、婚礼小物啊，或者是说谢卡、喜帖，这些全部都上榜。但是大家觉得最值得花很多钱去让他做到尽善尽美的是这前三名。好，婚礼主持人，好的主持人真的可以带你上天堂哦，他可以让你可能平凡无奇的婚礼变得有声有色，而且呢可以让现场可能就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，然后留下很美好的印象。那再来第二名声量最高的这个是婚礼摄影，婚礼摄影可能又包含了动态啦或者是平面，因为呢当天你就是穿得美美的，好不容易一辈子就美那么一天，所以如果说可以好好的记录下来，那婚礼摄影当然技术好的话也是很重要的。至于声量最高，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个可能新娘比较有感，就是新娘的秘书。这个新秘啊，如果可以把你画得漂漂亮亮，像公主一样，好，其实这照片拍下来你也会回味再三嘛。不然总是有很多人都说拍完照以后那照片都好丑哦，都不想再回忆。这就是今天的网络温度计票选。